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打进 CBA。 这是11岁的学姐第一次向镜头去表达着自己的愿望。2018年，在接收到俱乐部提拔通知之前，学姐可以选择去上大学。事实上，北大、清华、华侨等名牌大学都向她发出了邀请。不过进入 CBA 是徐杰一直以来的梦想，所以对于徐杰来说，选择走上职业这条道路时并没有感觉多么艰难。少年老成是对徐杰球风最好的形容，他控球稳，大局观好，基本功扎实。虽然身高比较吃亏，但是与他对位的人都很难在他身上讨到太大便宜。在杜峰麾下，徐杰定能得到最好的教导，假以时日，必能成为中国男篮未来的希望。